别山在哪个省哪个县？大别山在安徽省、湖北省和河南省地界，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市。大别山坐落于中国安徽省、湖北省、河南省的交界处，西接铜柏山，东延为霍山，也被称为宛山和张八岭，东西绵延约为380公里，南北宽约为175公里，西段呈西北向东南走向，东段呈东北向西南走向，长270千米，一般海拔是为500到800米，山地主要分布海拔为1500米左右，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。